在关心高雄的林园区，最近出现了一名黏车帝，他总是啊突然出现在驾驶人的面前，然后就飞扑上了引擎盖。一开始呢，许多人都以为是助跑姐或是盗垒伯又来了，纷纷向警方来报案，疑似是假车祸事件。后来园警在巡逻之后呢，经过发现这个黏车帝原本是要飞扑，不过好啦，看到这来的竟然是警车，所以你看到画面上他又缩了回去。园警下车之后了解，才知道这名16岁的林姓少年因为有一些障碍，对于车辆情有独钟，家人虽然有带他就医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制止他，只能请驾驶朋友在经过林园区的时候要多加留意这名黏车帝。